小林，嘉陵宝克50 QT9 无级变速，行驶平稳，操控简便舒适，特殊杠杆设计，轻松泊车，乖巧听话，我的宝克。嘉陵本田联合推出嘉陵摩托20周年。是否有利于人类的发展？经过了初赛的热身，今日选手他们显得多了几分沉稳。比赛中各队的1、2、3辩手和自由人各司其责，应答自若。记者了解到，在本届辩论会上，各位辩手的分工极为明确，一辩负责本队的开篇立论，构建比赛的逻辑框架；二辩以提问和小结的方式归纳对方的谬误，向对方1、2、3辩各提3个问题；三辩则是承担了总结升华本方观点的任务；而自由人则是利用规则赋予他们的权力，灵活机动出击。据说这种做法是为了突出辩的成分，强调个人风格，使比赛更具有对抗性和观赏性。马来亚大学不负众望，顺利进入了决赛。在西安交通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一场交锋中，西安交通大学占据了天时地利的优势，以发展知识经济、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重要为论点，一举战胜对手，进入决赛圈。今日获胜的两支队伍经过一番休整之后，将于28号争夺本届辩论会 A 组的冠军。上的民众注目，这是我们新。给老祖宗请安。去见你娘，快回来。哎。而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，人们的眼界开阔了，思想活跃起来，学术文化各部门都比过去表现得更加活跃，显示出生气勃勃的景象。但是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，双白方针的贯彻受到了干扰和损害。50年代初，中共中央开始纠正这一错误，但是1964年之后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，这一方针又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。整整10年，8个样板戏几乎独占了中国的所有艺术舞台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都几乎停止。粉碎四人帮之后，特别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双白方针重新被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。87年以后，国家推出了每2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，成为中国的文艺大会展，科技领域也都得加油。好的，踏步，一个八拍，然后蹲蹲蹲蹲，再来一。身体两边动一动，呼，加上手，再来，加手动，呼，呼，呼，再来，1、2、3、4，最后一次，呼，好的，从头开始。第二个动作，踏步踏步，上面转转转，再来。第二个动作，加上转身走，走右，1、2、3，再来。走起来，绕圈，呼呼呼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呼呼，走起来，好的，下面看我做一个动作，1、2、3，嘿，好的，加油加油，呼，走起来。加油加油加油，动起来，走，
加油，动起来！好，调整呼吸。来来，深吸气，深呼气。如果累了，一定要记住跟我们一样，不要停下来，从头开始。加油，第二个动作，转起来。这人呀，闲不住啊！领导好心好意让他在家休息两天，他倒好，你瞧，别说他还真不显老，不知道的人啊，还真想不到他都有你这么大的女儿了。我爸这辈子啊，命真是够苦的。中学没毕业，赶上上山下乡，跟我妈结婚没两年，又辛辛苦苦把我拉扯这么大。真是费了太多的心思了。过去的事儿啊，就别再提了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大学也毕业了，现在的工作呢又走向正轨了，啊，这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呢。周老师，哎，您知道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妈妈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，只有爸爸是真实的，是在我生命中无法替代的。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换取爸爸的幸福和他的健康。可我这次回来，发现一切都跟以前太不一样了。我觉得这个家里好像我成了多余的人。而且徐阿姨，别瞎想了，你徐阿姨是个不错的人，你爸爸呢也和从前一样的爱你，只是你啊越大心思就变得越重了。好了，走吧。嗯，是这儿吧？嗯，来，都上面。哎，来，好。祖国的好山河，闻土我来。哎，你的。永远的头，腾讯广场东山。哈哈。您接着唱吧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这没关系，纯属瞎吼。来来，坐坐坐，哎，坐坐坐坐。您别见怪，我没跟他说您要来啊。高人，哎，走。杜师傅，您身体怎么样？好多了吧？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周老师，哎，您喝茶。好。爸。嗯。我请周老师来咱家过个周末。早上看您睡着，我就没说。嗨，那还用说呀？周老师又不是外人，咱们随时欢迎周老师到咱们家来。哎，思琴，嗯，你陪周老师坐着，我去做饭去啊。别别别，还是我去吧。回头您再进了医院，我可担待不起。这丫头。哎，来了！哎呦，李华，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哎，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早好了。哎，你这儿干嘛？给你带回来的呀。不，